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找出哈能把两百，把它呢分解成三个数相加的那种方式哈 ，PQR 分别是多少？哦，把这个解把它解出来。哦，啊、当然 PQR 都是质数了，哦，他要求 PQR 都是质数。好，首先让我看哈。这个 PQR 都是质数的话，有没有可能呢？三个呢都是偶数，不可能啦，因为三个都是偶数的话，三个一定都是二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是质数，而且是偶数的话，只有二。那只有二的话，三个都是二的话，加起来不会是一，不会是两百。哦，这是八，这是四，这是二，加起来不会等于两百。所以的话，一定什么呢？一定是一个偶数，就一个二了，偶数只能是二嘛，那另外两个是奇数，哦，不可能是的话呢，不可能是两个都是二，两个二啊，另外一个奇数，因为两个二一个两个二的话就是偶数了嘛，那偶数加奇数一定是奇数，所以不会是两百，所以一定是一个偶数，那个偶数固定就是二，啊，然后的话呢两个奇数，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哈。这个 R 三次方啊，哈 ，R 三次方的话呢，如果 R 超过七的话，哦 ，R 如果是等于七的话，那七的三次方等于多少？就超过一百，超过两百了。哦，七七四十九嘛，它再乘以七，九七六十三，七六，四七二八，哦，二八的话就三十几了嘛，所以这个就超过两百。那所以哈，这个 R 哈，它一定呢是小于七。它 R 小于七的话 ，R 如果是小于七的话，那小于七的质数有哪些？小于七的质数的话有二、三、五了。哦，那七没有，所以 R 的话哈，只可能怎么呢？只可能是二三。好，那我们就用这个来讨论。哦，当什么呢？当这个，当哈 ，r 等于二的时候了。那 r 等于二的时候的话，这个时候呢 ，p 加 q 平方哈，就等于多少？这是八嘛，二的三乘是八，二零零减八等于一，一百九十二了，一百九十二。那192的话，那这个哈，我们看 Q 的话呢，顶多多少哈？顶多的话哈，这时候 Q 的话呢，只能等于多少呢？它不能等于2嘛，等于呢，13的平方是169嘛，那17的平方就超出它了，只能什么呢？只能是三、五、七、十一，它跟十三的，好，再来就十七了嘛，十七乘以十七，超过一九二了，七七四十九，第四，十一，七一，九，八嘛，七四十九，第四嘛，十一，就289了。所以17的平方不，那17不行了，所以到13的平方是169了，哦，13的平方是169，所以它有可能是3571。好，那 Q 如果是等于3的话 ，Q 如果等于3的话哈，那 P 就等于多少？这如果是3的话，那 P 就多少呢？192减3 ，181啊。好，189不是质数，好，189不是质数，这189这个不合，那 Q 如果是5的话，525192减25，这个多少呢？167啊。那167的话能够被11乘除，为什么？
哦，不行。167，这个是不是直数？25，我们看啊，是不是直数？这个加起来多少呢？14。3 5 7 7 11，我们看哦，16 7 11，11的话也不能除，13就超过了，13就169是超过，所以这个是直数的，所以这一组是，好，那再来呢？如果它是7的话 ，Q 是7的话， 192减掉77 49 3啊，8减4的话是4 ,143 143可以被11整除，所以不是哦，这143它可以被11整除了，这个不是啊。如果是11的话，这个121 192减掉121 171，这个哈是直数的，3 5 7 11都不行嘛，所以它是直数，71这个是直数的。23呢，那就169，192减169，这是3，8减6，23，23也是直数，这也是啊。所以我们这样讨论以后哈，就有什么呢？这个讨论完了，讨论完的话得出什么那个解哈？它的解就是 PQR 哈，就等于多少？有哪些解呢？这个是16752，啊，再来多少呢？这一组解71112，还有哪个解？还有这个解23132，有三组解，好，那再来的话哈，我们还要讨论什么呢？当然哈，当这个 r 等于3的时候了。r 等于3的时候哈，这个时候呢 ，p 加 q 平方哈，等于多少？200减掉多少？3的3次方，93 27，这个是3，9减27 173的。好，那173的话哈，那 Q 的话哈，它只能带多少 ？Q 的话，你如果是13的话就169，哦，13的话就169，啊，再来就17了，17就超过它了，所以它必须小于13的，就是3 5 7 11 13。哦，也是这样讨论。好，那哦没有，当这 r 等于3的话，我们刚刚不是讲了 PQR 当中至少要有个2，那至少要有个2的话哈，我们就说如果 Q 等于2的话，哦 Q 的话如果是等于2的话，那么 P 是多少？P 的话呢是173减多少？减4嘛，9 169，这是169不合，这个不是直数的。或者如果呢，如果 P 它是等于2的话，哦 P 如果等于2的话 ，P 如果等于2的话，那 Q 应该多少？173减掉呢2嘛，
171，那171没有办法完全平方了，Q 平方不会等于171啊。哦，这个，哦，刚刚这个本来就不合了，为什么？没有 ，Q 刚 Q 我们刚刚说是2嘛，那2的平方是4啊。哦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，这个171哈，就173减2是171嘛。171没有办法开平方了，所以这个就不行，不能开方了，所以这样也不行，也就 P 等于2或 Q 等于2都不行，所以这没有解，没有解。好，那没有解的话呢，在我们看呢 ，R 等于多少？等于5，那 R 等于5也是一样的，就是说哈，这个 R 如果等于5的话哈，那 P 加 Q 就等于多少？R 等于5的话，这125嘛，就200哈，减掉到 5的三方是125，那这59减掉是7呀、啊，75，这是平方了。就是说，如果 P 等于2的话，那75减2等于73，73哈不能开方了，所以这种 Q 不存在。或者是说 Q 等于2的话，那是75减掉呢，这如果2的话减掉4嘛，71，那这是符合的，这是质数，71是质数。好，所以我们就多一个一组解，一组解是说 P 是71，然后呢 Q 是2，然后呢这个 R 是5了，所以总共这四组解，总共四组解，哦，就是71、25嘛，23、13、2，71、11、2，167、5跟2。